嚟到 Ex9C 嘅第26条啦，佢就俾咗 tangent theta 系0.3，要你计翻啲旧咁嘅嘢。咁我哋呢度咧又用翻个 skill 啦，就系上下一齐除 cos theta。好，分子除 cos theta 咁样啦。好啦，分母除 cos theta 就会三 sin theta 加 cos theta 再除 cos theta。好，除完出嚟会点样咧？分子五 cos theta 除 cos theta 即系五啦。呢度 sin 除 cos 即系 tangent 啦，所以系五减二 tangent theta 个分子。分母 sin 除 cos 系 tangent， 所以系三 tangent theta。cos 除 cos 即系一。好啦，咁我哋 put 翻个数落去咯，五减二乘0.3除以三乘0.3加一嘅。好，五减0.6，即系上边系4.4啦。三乘0.3加一，即系1.9啦，所以系4.4除1.9。上下一齊乘10，所以就會變咗44/19啦，係個 final answer 啦。